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继续给大家《火影忍者》使用决斗视频了。这个好友叫杨哥 P， 一起玩，邀请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打得过。战斗开始。这个是用春联，离婚的都用上了啊，有的春联都基本都带上了啊。我抓哪里去了？糟糕了，下一把没分三点了，这把连两个召唤一起用了。战斗开始！我干上！他飞了，要飞天了。我干上！没打到。この反対で一撃！大岡さん！あ！さ、と、さ、わあ！大岡さん！この反対で一撃！おお、好危険！思ってねえや！大岡さん！この反対で一撃！还好有大体，要不然直接被他灭了啊！这最后几秒钟看谁能打到谁。我敢上！不好，完了，输了。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敵人的球吧。この反対で一撃！この反撃！我操！走你！啊，怎么漏了？这样子都漏了，哇操，这就麻烦了。怎么这样？不应该啊！不应该是这种结果呀！打死他！够了！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行く！他们左边呢？我们掉出头，我们刚才左边，但是他们掉过来。准备啊！哦，别挡我，别放永钻，你好意思挡我啊？怎么跟他跑了？我操，这什么鬼？好，还差一滴血啊，还能坚持一下啊！这个大体不能浪费了，怎么说也要让他消耗点血吧。好，这下有机会了，时间到，就这样子吧。勝負あり！远方敌人，不知道能不能戦闘開始逆袭一下啊？打到了啊！小鬼子。走起！扔出去！哎，又砸到了，准确度还是不错啊。给你一下，又开始卡了，你看看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卡？还好他没抓到我。
反大啊！起吧，克！这个性格。起吧，克！加油！他应该好想开个大招，庆祝胜利，是吧？算了算了。那就邀请完到这里吧。